中华民国加强储蓄推行委员会为了记录第一届国民储蓄周，发行了50万张奖品券，在10月30号曾经在本公司公开摇奖，并且在今天由财政部钱币司长赵继昌颁奖。特奖是玉龙青阳小轿车一部，由苗栗长春石油化学公司的保养技工李火照获得。头奖是大鹏19寸的彩色电视机一部，由高雄一位家庭主妇丁正之儿获得。他们都表示今后要更加的节约，响应全民储蓄运动。